Hello，欢迎回来 TVBS 187气象站。今天是7月31号，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是八月了。那么八月呢，要注意的就是温度依旧很高，没有下雨的时候。而下了雨之后呢，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几率呢变小，之后温度就会下降。但是呢，在天气的部分，一样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凉爽一点点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自从这个凯米台风走了之后，这几天的晚上感觉都没有到特别特别的热。因为毕竟啊，这个台风它有搅乱一池春水的作用，它多少呢，有在它行经过的这一条路径上面呢，这个海水温度啊，陆地上的温度啊，多多少少都能让它有一点降温的作用。所以这几天你觉得晚上比较凉一点点，当然也是因为午后雷阵雨也有持续的下，所以下了之后呢，晚上也就不会到特别特别的热。而今天午后雷阵雨下的时间比较晚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所以这个雨呢虽然下得比较晚，但它终归要停的，尤其在这一两个小时。像是我刚刚5点出去连线的时候，雨还蛮大，但是呢，在我刚刚进来之前，大概就过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雨呢其实就已经有接近要停了的状态。当然，你地要干可能还要一段时间。那么很多人都说，那今天晚上如果我要去台北大稻埕去看烟火的话，有没有可能天气是好的？目前看起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大稻埕当下那个区域的状况了，因为午后雷阵雨它降雨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局部的。但如果以内湖来说，在8点那时候要释放烟火的话，内湖天气应该算还好，因为这个雨下完了之后，它就不太会再下，就算下呢，可能雨势也非常非常的小，应该不太会影响到这个放烟火的这进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卫星云图的部分，还是要讲。在台湾的西边，这边是一个大的低压带。这个低压带呢，其实跟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主要呢，在台湾上面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压，所以台湾天气在上半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云层。而在中午之后呢，你会觉得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云开始长出来，开始变胖、变臃肿、变黑，是因为热力作用加上去，所以温度上升之后呢，就开始部分地区就已经在下雨。今天午后雷阵雨下的时间比较早的地方是在南部地区的山区，以及在中部地区。而目前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嘛？那原本是大雨特报的地区也有升级，像是在南投，还有在双北市。而双北市现在雨有逐渐的在缓和，南投呢，过去1个小时失雨量还是在50毫米以上。那么在今天的晚上呢，其实各地雨势都会缓和下来，但是在西南部地区，因为迎风面，所以降雨还是会持续。而在日本南方海面这边呢，其实我们前几天就一再告诉大家，这边是一个大的低压带，未来几天逐渐的建立。大低压带、低压环流里头就是会有很多个扰动，你也可以说它是台风窝。所以虽然这边都是一个大低压带，可是里头有很多个扰动。那这很多个扰动呢，它都有机会发展成热带低压或者是台风。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它到底是长在这？还是长在这，还是长在这，这都不一定，这是要看他们当下怎么来去抢夺他们的资源，抢夺他们的能量。那最终也有可能长在这边，但无论如何啦，因为这边都是一个大的低压带，所以大低压带里头，它的这个云系云团呢，都是会这样子转动的，就是呈现一个逆时钟的转，所以它对于台湾的影响相对比较低。它如果真的生成的话，也会往东北的方向来做移动。那么对于台湾，虽然直接影响没有，但是因为如果你有被它外围环流扫到的话，当然会有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以目前的距离来看，台湾其实在它的外围环流之外，所以这是一个下沉区，台湾的天气会更加的稳定，就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就是热起来很热，然后就会有午后雷阵雨，所以温度呢反而会比较来得高一点点。好，那我们说稳定的天气，夏季的稳定的天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早上和晚上天气都很好，那中午之后呢，都会有午后雷阵雨，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即便呢，这太平洋高压强一点，台湾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只是呢，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缩，比较缩在山区。但如果太平洋高压相对的弱一点点，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来得比较广，像是今天午后雷阵雨范围就比较广一点，中部以北呢就有达到豪雨等级。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来做过一个提醒，那刚刚那个是定的图，那这一张是动的图，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这边是有一些云团在逐渐的建立当中的，而另外一团呢，则是在台湾的西边这边，而在这里相对是一个比较没有云的地方，晴空区就是高压的位置。那大家好奇，这个高压怎么会这边一块，另外这边一块？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低压呢，多少有把这两个高压给截成一半，所以在台湾附近的这个高压，它虽然还是存在，还是在台湾的附近，但是呢，因为它被它截断了，所以相对于原本在
东边一点点的太平洋高压，它的能量、它的势力会稍微的减弱，所以呢，它的稳定度当然就不及这边太平洋高压的稳定度，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高压，所以天气呢这几天还是一样，看它维他是稳。当它如果退一点点的话，往南或往北，或者是逐渐的减弱的话，其实台湾的天气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广一点。好，那在台湾两边，这边是一个低压，这边是一个低压，这边高压，这边高压，这边也是高压，它是走一个对称型的。那这里跟这里的低压呢，它中间会连成一条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地区，但台湾呢很幸运的就刚好躲过了这一个范围里头。好，我们先来看温度的部分。今天呢其实最主要温度热的地方还是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在台东地区，而今天这个是在中午前我们做的一个前五名的排行，第一名是台北大安台湾大学那边，再来是云林的斗南36，台东的长滨35.8。但是呢，在中午之后呢，其实这样子的高温很快就被逆转了，在台东呢，石宁山来到了36.3度，是今天的最高温；而在台湾大学呢，则是36.1，新北市的双溪呢，则是36.2，温度也比台湾大学来的再更高一点点。未来几天只要雨少的时候，温度就会高，这温度高起来呢，有时候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一带以及台东有机会飙到37度以上的高温。好，很热，所以没有下雨的时候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这高温防晒的工作。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累积降雨，这个累积降雨是截至今天下午一点，你看在一点之前呢，其实大台北地区没有什么雨，南部地区有，但是这个雨呢其实跟午后雷阵雨关系也不大，最主要呢这个时候是吹西南风带来的迎风面地区降雨，海陆风符合，陆风海风交界，所以在海上呢其实就比较容易找出一些对流系统，在上半天的时候就出来，然后慢慢的打进陆地，所以沿海地区在上半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而接着进入到中午的时候会慢慢的往山区来做移动，所以山区一点一点，这也是午后雷阵雨，它热力作用加上去的加成效应，雨会来的比较大。而在今天上半天这边也下了嘛，在新竹苗栗这一带，然后在山区在中午之后这个时间点一点之后呢，其实雨也开始逐渐的增大，在双北市地区还有在南投地区的雨量都来到毫米以上的降雨，而未来几天天气变化我们也透过这个定量降水预报图带你来看一下。在今天白天状况就是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只是南投地区的雨呢比原本预报的雨还要来得再多。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南部地区迎风面还是会有阵雨，另外就是在山区有一些没有消散掉的雨呢也还会持续的下，但是雨量跟白天比起来缓和了不少。而在明天的白天还是有午后雷阵雨，可是跟今天比起来雨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而在整个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少，比较偏重在山区，所以如果你前往山区的话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而未来几天未来一周天气形态都很类似，但是呢礼拜四之后呢水汽一天会比一天来的减少，无论你看上面还是看下面其实趋势上面都是一样的，降雨的范围都会比较集中在山区的位置。那么呢平地也不是说不会下，如果你比较靠近山区的平地，像是在新店长出来的云系呢也会，而在木栅这边也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因为毕竟比较靠山区，但是在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甚至到下礼拜一，天气呢其实跟前两三天比起来都会更加的稳定，而在下礼拜二礼拜三变化也是不大，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低压靠近啊，或者是有台风接近啊，天气形态就是夏季天气，就是高温又热然后雨又多。好，那么我们台湾刚刚经历完这个台风天，所以很多的病毒都很蠢动，尤其我们前几天就一再告诉大家这个台风走了之后中南部地区不是有淹水吗，所以如果你要去整理你的家园的话，尽可能你到外面如果有淹水有积水，你的鞋子一定要做保护，或者你要穿雨鞋，你不要赤脚去，因为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话都特别容易感染，而那个水呢很脏，所以我们看到在台风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苦中作乐啦，去游泳啊，在那个淹水的那地方游泳啊，我都建议是不要，比较危险一点点。那么另外台风过后还有一个就是病毒这方面也会开始蠢动起来，你看疾管署他们就说台风过后是传染病的高峰期，过去呢2015年苏迪勒还有2023年的卡努就导致了登革热的疫情是激增，再来2005年起每年的台风之后类鼻区病例也会增加，所谓的类鼻区呢其实它过去比较容易会在一些热带的国家，台湾也包含在里头的潮湿土壤里头的一些细菌，如果它受到了这个污染
的水或者是土壤，你碰触到它，你有伤口的话就更加容易感染。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染是很少见很罕见的，主要还是透过直接的碰触来做感染。那么这个病毒如果感染了之后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啊或者是败血病等等的临床症状，所以看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当然任何的病严重起来都有可能会致死。而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当时钩端螺旋体病毒也因此而暴增。什么是钩端螺旋体病呢？它过去比较常会出现在动物咬伤或者是你密切接触宠物或动物的时候感染，但是现在污水就是脏的水呢，你接触到它也是容易的。而且当你碰触到这样子，你身体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症状呢？其实跟肠病毒啊或者是新冠病毒啊或者是中暑有一点像，就是你会有点乏力，然后会全身酸痛，甚至呢会有眼结膜炎等等的症状。啊，如果狗狗呢得到这样子的病，它可能会流那种血泪，这种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要怎么去避免？就是尽可能的避免接触到一些比较深的水，或者是你这个水呢一定要煮熟再拿来喝。好，那这种钩端螺旋体病呢，潜伏期大概是30天左右，而如果是类鼻疽的话大概是21天。这两周是控制疫情的关键，而未来一个月呢都要加强的监测。所以不代表说没有下雨了就不会有这样的病情，因为它潜伏期相对比较长，所以这一两个礼拜呢尤其你要注意身体上有任何的症状赶快去看医生。像是如果有发烧、头痛或后眼窝痛啊，即便它不是类鼻疽啊，即便它不是钩端螺旋体，它都会有其他的病毒，像是我刚刚提到的肠病毒或者是新冠或者是腺病毒都有可能。以及你在就医的时候要清楚的告诉医生说你有没有什么接触史或者是受灾的情况，比如说你有没有受伤或者是遭蚊子叮咬以及接触污水，这样子可以让他比较容易去辨别你到底是哪一个症状的几率，哪一个病的几率会来得比较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天气很热嘛，我们说今天的高温36度，虽然跟台风天来之前的37、8度甚至39.9度比起来有略降，但是感受上还是很热，没有差那一两度。只要35度以上呢，基本每个人都不是很受得了啦，没有待在冷气房的话。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天热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流鼻血，不是只有冬天哦。冬天你感受到会流鼻血是因为天气比较干，干冷的话你去像是日本啊或韩国，台湾人去就很容易，尤其过敏儿，因为它那边是相对比较干燥的。可是天气热更容易流鼻血，在台湾会发生，是为什么呢？好，那作为一个优秀的血管，它必须要随时去因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可是如果它很热的话，血管它就会因此而扩张。而当它扩张的话，比如说像夏天很热啊，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你每一次的呼吸呢都会带走你的鼻水，所以它水越少，它的血管表面就越脆弱。所以当你去揉它的时候，像是一些过敏儿会揉鼻子，就特别容易会让这个微血管破裂，就会导致流鼻血。好，另外就是夏天比春天更不容易过敏吗？问号。夏天除了有霉菌造成的鼻过敏之外，其实高温也是会让人流鼻血的，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这个原因。以及干燥的鼻黏膜，高温干燥会使得鼻腔的黏膜变得更薄，更容易受刺激流鼻血，所以建议过敏儿尽可能的不要去揉搓鼻子，如果真的很痒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热蒸汽啊来缓解。那过度擤鼻子也不要，因为用力擤鼻子也可能造成里头的血管破裂出血。可以怎么来做因应呢？洗鼻器，多喝水，保持鼻腔的滋润，减少血管的破裂。第二个就是温和的擤鼻，就是你用温和一点点的方式，你轻一点，不要揉搓的太严重。因为不止如果你太严重的擤鼻子的话，可能会流鼻血之外呢，有些说鼻中隔弯曲也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太用力的去搓揉鼻子去止痒，所以导致鼻中隔弯曲，这是一个说法啦。但是也有人认为你搓揉鼻子不太会导致鼻中隔弯曲，但是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到夏天的时候呢，瓜类可以消暑，但是你要吃对时间。比如说如果你要吃瓜果或者是凉性食物的话，最好是建议中午的时候吃，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吃，这个是容易会引起过敏性的鼻炎的。如果你傍晚后吃的话，那你也可以点一些盐水啊，或者是泡话梅来喝，补充电解质之外，还有生津止渴的效果。
好，很多人说夏天吃西瓜，但是吃西瓜到底是要吃多还是吃少？其实任何东西都是你建议最好就是不要吃多。而西瓜虽然大家都觉得它多多少少可以让你的火气稍微的下降，可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你吃西瓜吃的太多的话会上火，原因就是因为西瓜它本身是属于一种比较甘甜的食物，所以如果你吃太多的话，你就可能会不停的上厕所，会小便，那你小便的次数太多，就会导致你身体里面的水分相对比较缺乏，所以你很常能感受到你吃了很多的水果之后呢，你的喉咙会很痛，就是这个原因。再来要怎么解呢？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可以点一些盐水嘛，但是你在西瓜上面点盐水可能比较麻烦一点，你可以撒盐，你在上面可以撒一些盐，因为在中医呢说盐它可以润肾，多少可以中和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吃西瓜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夏天大家很喜欢吃西瓜，可是如果你要吃西瓜的话呢，最好有这个剩西瓜不要吃，就是如果你摆在外面摆太久的话，很容易会有肠胃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腹泻啊，或者是呕吐，以及太热的时候你吃一个冰凉的西瓜，吃冰镇的西瓜也建议不要。这个西瓜你从冰箱拿出来之后，最好放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它稍微的降温，不然你的体内是热的，你吃这么冰冷的东西呢，也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反射性的肠胃反应，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腹泻和呕吐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好，除了台湾之外，其实日本也非常的热哦，所以这几天暑假期间你去日本的话，还是要注意有中暑的状况，像是他们单州就有万人中暑，大阪呢8月甚至还会突破40度。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的立木县在前天就已经出现了41度的高温，静冈还有埼玉等地也观测到40度的高温，上个礼拜就已经说40度了，这个礼拜还持续40度，所以呢这两周都有可能出现极端的高温。在日本气象厅也说8月还将迎来另一波的热浪，所以大阪呢恐怕还会再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而他们的消防厅就讲说7月22号到28号短短的6天时间，具有1.3万人，23人死，跟上周比起来是增加了39.5%。我们来看这日本的地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些县市呢都是相当的危险的，热中症啊，中暑的比例都在节节的攀升，甚至在大阪的温度呢，这几天36、37度，你觉得你还可以忍受，但是呢，到了下礼拜八月，这礼拜五。8月2号、8月3号的时候呢，就是39、40度了。下周会不会再出现更高的温度？不一定，因为八月还是热的，到9月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其实也还在那个附近上下的摆动。所以只要太平洋高压处在它的上空，它天气也是很稳定。但是很稳定之余，就是没有风，这个热很难排解，非常的热，高温很容易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出国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一些病毒。我们刚刚一再提的就是肠病毒。那么肠病毒最常会出现的一些症状，小朋友呢，就是发低烧，然后高烧反复的，而且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疹子，或者是小水泡，或者是嘴巴也会有嘴破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湿洗手。那如果你出国的话，哪几个地区肠病毒现在的病例是在激增当中的，包含像是在韩国、泰国、新加坡还有日本呢，其实他们现在都没有略降，其他地区呢都是在上升的，甚至呢在韩国还有日本呢都是处在一个高点的位置。好，所以疾管署也特别跟大家说，日本、韩国和泰国还有新加坡都是要留意，因为近期他们的病例已经达到了新高峰。那么5岁以下的婴幼儿为了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所以要注意重症的前兆，包含如果你的小朋友出现了嗜睡或者是意识改变，活力不佳或手脚无力的话都要注意。再来是激越型的抽搐，或者是无故的惊吓，或者是突然之间全身的肌肉收缩，还有持续性的呕吐，都把他带到医院里头去给医生来看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尽可能的确保你饮用水的卫生，以及食物呢生食和熟食分开来吃，不要有交互作用，以及尽可能的避免频繁拿进冰箱里面的食物，因为它只要接触到室温，它就会开始繁殖这个细菌。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病毒啊，它们你以为腌制物它拿出来可以存活的时间比较久，你放到冰箱就不会坏，实际上呢冰箱它只能延缓，就是拉长它的
植期，但是不代表说它里头的细菌不会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尽可能的食物呢还是最好快一点吃比较好一点点。那么近期当然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奥运啦，这个奥运呢在今天晚上的时间点呢，林洋佩、戴资颖还有林昀儒都会上阵来比赛，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我们的奥运赛事，为他们加加油。但是在法国巴黎最近的温度就真的很高，人家说巴黎奥运呢，这一届巴黎奥运很像是环保奥运，因为选手村不装冷气，他们使用的是地下水冷却，号称能降六度，只是很多人都说这个能降六度够吗？因为昨天的最高温就已经出现了37度，甚至呢部分地区出现了38度，以及在法国的中南部地区还出现了39度。个人安装的气象站也出现了41度的高温，这是因为西方暖气还有太平洋高压，太平洋高压不是只有我们这边有，他们那边也有，这两个的加成效应影响，导致这边的温度非常的高，你看到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好，那么他们这边巴黎呢，其实它的纬度是跟中国大陆的黑龙江纬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的温度却比他们来的再更高一点点。而在过去呢，其实他们跟中国大陆的黑龙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天气形态，是他们这边没有太强的夏季风，而且他们空气的含水量也不会太大，所以他们就算热其实也不是那种湿热，不是像台湾那种有时候下雨来感觉像蒸笼啊三温暖的那种热，所以他们是比较偏向于干热的天气。那么干热的天气呢要注意什么？就是正常的情况之下，白天有可能出现35度、38度的高温，但是到了晚上，他们温度都会下降。晚上呢，大概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平均温度，这几天都是19度啊、20度左右，所以日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法国巴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时尚部落客，因为他们的早上和晚上呢，他们可以不断的加一洋葱式的穿搭，本来就很适合来做一个造型。那么这种极端天气，日夜温差变化很大，甚至日与日之间的温度变化很大，对于要不要在选手村里面来装冷气，当然是有两造的说法了。有些人觉得不必要，有些人觉得必要。那我们台湾队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有些人呢觉得，像是王麒麟，他要讲说，体育署和中华奥会有帮他们准备移动式的冷气，不然晚上真的睡不着。但是我刚刚也说了，正常这几天巴黎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怕热的话，其实我们体育署还有中华奥会呢，也有做一些后援，也有做一些后勤，所以提供了这种移动式的冷气，让他们可以稍微的降降温，可以发挥他们的正常的能量。以及在高温的状况之下呢，民众去看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高温炙烤，感觉自己就像 BBQ， 只差没有在身上撒一点孜然粉，不然自己都可以吃自己了。好，最后我们要回过头还是来看一下台湾的天气，未来一周就是一个高温加雷雨的天气形态，只是明天的降雨呢会更偏重在山区，平地也还是会下，进山区的位置几率比较高。而在未来几天要注意的就是温度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再更热，尤其大台北地区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都有机会来到37度以上。要特别提大台北，是因为这边毕竟人口是最稠密的地方，所以热岛效应再加上去，可能这种热伤害的比例或者热伤害就诊的人数会因此而飙到新高。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晒太没有那个做好的话，他们说体感温度有可能会来到40到41度，这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呢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来到42度以上，请大家多多补充水分啦，不然这种热伤害就诊的人数只会不断的飙高。八月九月还是热，台湾可能要到10月11月的时候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希望未来几天天气呢可以相对稳定一点点，也希望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会发生，但是不要太大，不然这山区土质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明天再跟大家做气象上面的分析，拜拜。